你係咪覺得憂傷啊？憂傷嘅靈離開佢，奉耶穌嘅名，一切嘅憂傷離開佢。哈利路亞！放鬆個人，放鬆個人，放鬆個口。耶穌釋放我，耶穌釋放蒙蔽嘅靈要出嚟，蒙蔽嘅靈要離開，蒙蔽嘅靈唔可以留喺度，蒙蔽嘅靈唔可以留喺度。聽我話，吹佢出嚟。蒙蔽嘅邪靈出嚟，觀音嘅邪靈要離開，放鬆個口。放鬆個口，有諗住耶穌得勝嘅，觀音嘅邪靈出嚟，觀音嘅邪靈出嚟，黃大仙嘅邪靈要出嚟，道教嘅邪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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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嚟，黃大仙嘅邪靈要走，黃大仙嘅邪靈走，吹佢出嚟。哈利路亞！你呼叫耶穌啊！耶穌，大聲叫！耶穌，耶穌，要佢走。耶穌要邪靈走，耶穌要邪靈走，吹佢出嚟。耶穌要邪靈走，放鬆佢口。哈利路亞，哈哈，放鬆嘅，啊，放鬆嘅人。哦，黃大仙嘅邪靈要走啊，吹佢出嚟。道教嘅邪靈要離開，放鬆嘅。哈利路亞，耶穌得勝嘅，耶穌得勝嘅，耶穌係得勝嘅。啊！個心俾曬耶穌，個心完全聽曬耶穌話，個心信服耶穌，信服耶穌。啊！你又放鬆，吹奉耶穌名，奉耶穌名吹佢一程，吹佢出嚟，放鬆個口，奉耶穌嘅名耶穌嘅名，蒙蔽嘅邪靈要走，蒙蔽嘅邪靈要走，佢心裏面諗住蒙蔽嘅邪靈要走，全部吹佢出嚟，吹佢出嚟，所有蒙蔽嘅邪靈，得勝嘅，耶穌係得勝嘅，放鬆，吹佢出嚟啊，吹。吹佢出嚟，你聽我話吹，誒離開，啊唔使驚嘅，蛇嘅靈啊唔使驚嘅，你有信心，耶穌得勝嘅，你個心諗住耶穌得勝，又吹佢出嚟，放鬆嘅人喺呢個心裏面，耶穌得勝，耶穌得勝，蛇嘅靈一定要走，蛇嘅靈一定要走啊！哈利路亞，喺個心底處，耶穌係得勝嘅。耶穌是得勝的，耶穌是得勝的，在個心裡面，在個心裡面，個心裡面相信耶穌是得勝的，蛇的靈一定要走，蛇的靈一定要走，謝師那些，蛇啊，蛇，你，他是不是控制你裡面啊？他應該住我裡面，在你裡面，是不是？這樣，即是我睡覺呢，感覺到自己的身是蛇的，是怎樣動法？他會這樣即係有時會有聲。OK， 好。咁咧，但係借先趕嘅過程，你覺得點啊？趕嘅過程啊，慢慢慢慢佢就捲出嚟。OK。好似走出嚟係咪？係咪初頭控制你啊？控制你吹唔到啊？係咪？係啊。OK， 但係當你深呼吸又大力盡量呼出去，係咪容易啲啊？係啊。係諗住耶穌嚟，原來咁簡單嘅啫，係咪？又相信耶穌係得勝嘅喎，耶穌係得勝嘅。呢個手指係咪失控嘅？嗰個手指嘅動作，奉耶穌嘅名，奉耶穌嘅名一定要走，奉耶穌嘅名啊，相信耶穌得勝嘅。嗱，呢個手指嘅動作，你奉耶穌名拒絕佢，吹佢出嚟，吹佢出嚟，深呼吸，吹佢出嚟，深信耶穌得勝嘅，深信耶穌得勝嘅，聽我話。奉耶穌的名啊，觀音的邪靈要走啊！觀音的邪靈要走，奉耶穌的名啊，觀音的邪靈要走啊！觀音的手指啊，觀音的邪靈要走，奉耶穌名啊！你吹佢出嚟，聽我話，奉耶穌的名，你聽我話，聽我話，深呼吸，吹佢出嚟。嗱，你要合作，你裏面合作，裏面合作，裏面合作點啊？聽我話，佢一定走，吹佢出嚟，佢一定要走。嗱，之前嗰啲走，而家都要走嘅。佢唔走咧，
就一定有破壞性，佢一定要走，一定要走。奉耶穌嘅名催佢出嚟，深呼吸，聽我話，深呼吸，深呼吸，深呼吸，又催佢出嚟，一定要離開。奉耶穌嘅名，邪靈一定要走。嗱，你嘅心裏面拒絕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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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心裏面拒絕佢。奉耶穌嘅名，心裏拒絕佢。奉耶穌嘅名，心裏拒絕佢。奉耶穌名，你嘅心拒絕佢。奉耶穌嘅名，呢啲符咒嘅邪靈嘅手指啊，要離開啊！符咒啊，你個心裏面拒絕佢，吹佢出嚟。奉耶穌名，深呼吸啊！佢一定要走，一定要走。耶穌係得勝嘅，放鬆佢。耶穌係得勝嘅，耶穌係得勝嘅，耶穌係得勝嘅。謝多謝。最先講係咩嚟㗎？这个就是成日以前我拜我众嗰时，成日扶起我救我做嘢。系乜嘢？系观音啊！观音吓，唔系系啦，你个心拒绝奉耶稣名，拒绝佢，斩断同观音嘅邪灵嘅关系。邪灵咁。女人，你自己揸住个袋，奉耶稣嘅名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放鬆嘅，佢一定要走嘅。所有邪靈要走嘅，個心裏面又諗住，所有邪靈要走，個心諗住耶穌得勝嘅。所有邪靈要走，又催佢出嚟。哈利路亞，哈利。耶穌名嘅吩咐，蒙蔽人，選民處嘅人，耶穌嘅名，整個人走曬，走，走。那個靈呢可能很小氣的，即是人家說我兩句呢，我就若整我好像會發怒。我之前是拜偶像的，拜了很沉迷的，很多年很多年的，總之呢大廟細廟我都去拜的，但我拜到呢因為我尋求神嘛，但我不知道呢我們尋求那個神呢是不是真神来的，是那些呢会整我们不舒服的，那我就都不知道的。我成日都求，哎呀我成日都拜你啊，你给我不要不舒服啦，给我平安啦，但我一说呢地狱我平安的，落去地狱呢初头我不知道的，为什么那些梦呢好像重复重复重复呢，就什么一代那些溪前啊，溪前什么一代呢，就拜拜拜拜拜拜啤手的，摸着衫的，騎腿的，摸手的，總之呢爛面的是追著我咯，我就派了派派派派派派呢被他追我就醒了，這樣跟著天燈又是重複我的，這樣那些地獄是很恐怖的，是很多層的。那你發完那些夢之後你怎樣啊？發完那些夢呢，那個人呆的，那個人很呆的，那個人是不精神的。因為呢我去那些地方呢，去地獄呢，即是我自己個靈未回到自己的身體呢，又或者人家開門，或者我的仔開嗌醒我呢，那我就個身體是空殼的，空殼的，可飄飄飄飄的，好像個人晃晃蕩蕩的樣咯，是啊，所以呢要等那些時間呢，自己的靈回到自己身體，那就會個人精神一點的。第一那個呢剛才呢釋放呢就很淒慘的靈的，喊的，很淒慘的，這個靈已經喊過很多次的了，家裡都試過喊的。第二那個呢好像嘴歪歪的，不知道誰，好像那些中風老人家的靈走在身體這裡的，這樣的。第四好像那些蛇精，蛇的觀音釋放過程發生什麼，他在那裡好像弄得很緊。
好簡單，即係整嗰啲平時整我嗰啲咁嘅動作出嚟咯，嚇。咁然後咧？然後出咗就舒服啲，即係舒服啊！即係冇，即係因為佢喺我心喺呢度，喺佢喺前朝，係壓住我心口嘅，同埋背脊嘅，係唔舒服嘅，係好重嘅，而家輕咗。